兩位係咪？係係。近期以嚟第二次父子檔一齊出戲咧。第二次，第一次係幾時啊？第一次。哦，台慶係係可以咁講，係冇錯冇錯。咁啱台慶嗰日，爹哋有演出，今日又一齊出席一個賽馬日。咁爹哋又有演出，係咪好神奇咧？好神奇，真係好神奇，真係估唔到。我入咗行咁耐，跟住無端端又可以同爹哋一齊出席 event， 跟住佢依家都算踏入咗娛樂圈半步，即係半入咗嚟半一半咁樣啦。掹你車邊，掹你車邊。最近我而家開始都係嗰邊嗰個嘴起噶啦，點樣？嘴起，其實冇乜特別，都係正常拍攝咁樣咯。即係戲嚟嘅，係戲咯，跟翻劇本咁做咯。強哥有冇留意啊？有啊，我覺得太嗰一秒太快啦。睇下將來會唔會有劇情再繼續寫落去咯，係咯。好。嗰條線有冇得繼續發展落去？嗰條線其實我哋嗰、那個我啦、Candy 啦、Tiffany 同埋舒松嗰、那個四角戀。都會 keep 住有一啲發展嘅，咁有咩發展就唔多講啦，費事劇透。Thank you.